你搞到我唔高兴，我搞到你冚家富贵。你讲咩啊？冚家富贵？你咁讲，我只搞都系老母噶咯。我做坐管，莫讲搞你老母。你条真心我都搞埋你。浩南山鸡两兄弟多年未见，谁料如今却反目成仇，为了争坐管之位，不惜在江湖上掀起腥风血雨。你哋边个想做？系你啊！我。然而这一次，浩南再强也架不住山鸡背后有一位狠角色在尾踏撑腰，那就是和易胜前任坐馆火水哥。山鸡年少时跟火水哥结缘，因为性格老实憨厚，被火水哥看中收当小弟。咁你肯唔肯帮我打江山？尽量啊，好兄弟。在火水哥的培养下，山鸡很快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打手，拿着砍刀所向披靡，并在一次次厮杀中褪去了年少的青涩。不过转眼多年过去，和易胜逐渐没落，元老没有坐吃山空，导致火水哥在银行欠下一大笔债，银行经理来催他还钱。火水哥还想用自己的黑道身份镇压对方。王经理啊，你知我做盛行啊吧？可谁知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因为火水哥的任期还有一个多月就届满，和医生坐馆的身份也跟不了他多久了。你想不想我把人斩死你，再烧埋呢间银行？散散。看对方这个不屑的态度，火水哥火冒三丈，好在山鸡及时出现，把人拦了下来。可从银行出来，火水哥还在大倒苦水，因为随着时代变迁，他们这些大哥早就没了挣钱的门路，代客泊车一次只有20，盗版碟片也被网络下载给挤得没市场了，就连收保护费也不像以前那样手到擒来。见昔日大哥落魄至此，山鸡于心不忍，于是给他出了个馊主意，提议火水哥下届选举时随便找个兄弟当坐馆，等对方把社团的账慢慢填上，再把位子抢回来。你话揾边个做好咧啊？看着对方脸上的奸笑，山鸡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当晚火水哥就找上山鸡，软硬兼施逼迫他接任坐馆之位。山鸡深知火水哥打的什么主意，自然是摆手婉拒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改做正行，开了很多餐饮店，有钱有闲，不想再掺和社团的事。可没想到火水哥魔高一丈，早就将消息散播了出去，社团其他元老纷纷带着礼物前来祝贺。我哋班叔父倾点债，到时我哋个个都撑你做坐管。就在众人准备给山鸡庆祝时，角落传来反对的声音：选坐管，选都唔选，做嘛？此人是社团元老剪刀尾，也想竞选坐馆之位。山鸡见状顺水推舟，意图退出选举，却遭到其他元老的一致反对，表示谁都可以当坐馆，唯独剪刀尾不行。原来剪刀尾的得力助手阿仁是警方卧底，在警校的时候就因成绩优异被反黑组选中，安插在和易胜当卧底。不过由于阿仁做事太粗心，刚进社团就暴露了身份，原本大家想除掉的，但观察了一阵后发现阿仁实在不怎么聪明，给他假消息他也看不出来，于是一众元老便决定先把他留下来，再有大买卖的时候利用他引开警方的视线。但是剪刀尾也是个缺心眼，所有人都知道阿仁是卧底，就他还被蒙在鼓里，这个智商要是当上坐馆，那和易胜就要完蛋了。山鸡闻言只能放弃之前的念头，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竞选坐馆一事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反黑组的警察突然到访。讲掂数，边个做坐管啊？系咪？拉佢！山鸡不明白自己没干坏事，为什么要被抓？结果被告知，每个当坐馆的都要先被反黑组带走问话。好在只是例行公事，山鸡很快就被保释了出来。回到家，妻子知道他要当坐馆后很不高兴，担心以后会影响孩子们的发展，加上山鸡本就不想接这个烂摊子，于是他决定跟火水哥彻底决裂。火水根本不给条路我行，我亦都不会给条路去行。我要话俾佢听，我20年唔系白行。为了摆脱火水哥的控制，山鸡把自己的好兄弟们找来一起商量对策，但兄弟们也都跟山鸡一样洗白上做正经生意了，现在的他们早已没有了过去敢打敢杀的勇气，要是跟火水哥硬刚恐怕没有胜算。这时山鸡想到一个办法，干脆他去银行门口放火，让警察把他拘留关个10天半月再出来，不就避开了选举。随后山鸡给阿仁打去匿名电话，想利用阿仁的卧底身份把消息透露给警察。火男会做嘢，佢要放火烧大型银行。阿仁一听有案子，便着急忙慌地把地址记在纸上，但粗心大意的他扭头就把纸扔进了垃圾桶。巧的是，火水哥此时就在厕所，捡起那张纸一看，瞬间明白了山鸡的意图，于是他将计就计，编了个假地址把阿仁支走。系沙田道啊，唔系沙田坳道。阿仁果然中计，晚上带着警察来到了假地址，结果干等也不见有人出现。
而此时的山鸡已经来到目标银行门口，点燃了事先准备的酒精瓶，准备在门口的水泥地上制造骚乱，这样就算被抓也不会关太久。但没想到用力过猛，酒精洒在迎面走来的银行经理身上，火把则掉在后面。你放开呀！经理上前要跟山鸡理论，结果不慎踩中火把，转眼间全身都被点燃了。蹲守在暗处的活水哥见状，赶忙把山鸡拽上车，故意说些好听的话迷惑他。买了咩事啊？我这个做大佬的一样为你咩都做得出的。这下山鸡彻底没了办法，只能跟活水哥去参加选举仪式。经过元老们举手表决后，山鸡高票通过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就是下一届的社团座管。然而这时却有人出声抗议。等等，啤你姐你没玩嘢啊？你们还记不记得燕子回巢凤尾龙头啊？鸭梨姐指的是数年前他儿子浩南为了社团潜入警局做掉了污点证，从而被判入狱20年。当时活水哥答应等浩南出狱就将坐管之位传给他，恰好今天就是浩南刑满释放之日，而他当年的兄弟们都忠心耿耿，即便现在已经是社团骨干，也依旧愿意跟在浩南身边做事，所以坐管之位于情义里都应该是浩南的。众元老闻言心虚的不敢说话，活水哥见状只好做出妥协，表示谁能先找到镇派之宝龙尾棍，谁就是坐管。而此时刚出狱的浩南连家都来不及回，就带着兄弟们杀到山鸡管理的地盘，说自己要找点东西。你们边个想做？是你呀！我打。有兄弟们为浩南开路，很快他就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不过被他拿在手里的竟是一本经济学书。小弟见状很是纳闷，以为书里藏着什么秘密，结果浩南却表示他要看书考大学。原来在牢里这些年，浩南已经改过自新，认为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。然而当老妈鸭梨姐得知他的想法后，险些气死。扑街仔，你不做黑社会读书，你不交女朋友啊？不过鸭梨姐很快冷静下来，以为浩南是想等考上大学后去里面收高材生当小弟，这下可把鸭梨姐高兴坏了，连忙让手下拿药丸过来给他助助兴。浩南看着他癫狂的模样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一把掀了药丸。你就是对这些都要你杀死，你在这里说什么？我会读书啊。见浩南是来真的，鸭梨姐也怒了，大骂浩南不务正业，好好的古惑仔不当，偏要去读书。母子俩为此大吵一架，小弟们吓得不敢出声，默默收拾起地上的药丸，结果被浩南一脚踢开。他虽坐牢多年，但身手丝毫不减，转眼就把小弟钉在了墙上，还放言以后谁敢再给鸭梨姐药丸，他就干掉谁。此时浩南这边一片狼藉，但山鸡却是笑开了花，如今鸭梨姐要捧浩南上位，那他就可以顺理成章退出竞选。不料这时活水哥不请自来，说有好消息要告诉山鸡。只问他坐监坐疏了，为考大学不肯做坐管。而之前提到的龙尾棍其实早已失踪多年，届时只需随便伪造一根，坐管之位就还是山鸡的。随后为了防止山鸡耍花样，活水哥假借保护之名，派自己小弟24小时跟着山鸡。与此同时，鸭梨姐还贼心不死，为了阻止浩南考大学，便派人打着浩南的名义把监考老师打了一顿。这样一来果然没有人敢录取浩南。浩南一猜就知道是鸭梨姐搞的鬼，正要去算账，不料社团元老剪刀尾突然杀出来。同我打，打到他收银子咪自老停。谁也没想到剪刀尾此行是要逼迫学校录取浩南，为自己竞选坐管，减少一个竞争对手，眼看就要动起手来。好在人群中的卧底阿仁偷偷传递信号，将反黑组请了过来，这才平息这场事端。不过经此一事，学校老师彻底怕了。香港大学校长啱啱宣布永不取录言子文啊。山鸡得知此事后高兴坏了，以为自己终于不用去当坐管。但就在这时，手下传来消息，说是山鸡开的餐馆被人恶意投毒，所有食材都用不了了。等他赶到一看，对方竟是鸭梨姐的手下。山鸡气不过想要动手，结果被赶来的警察带走了。随后活水哥来探视山鸡，对他软磨硬泡。现在人家踩到上头啊，你叫你说闪就行了。一墙之隔，鸭梨姐也在劝说浩南，承诺只要他当选一届坐管，以后就不再干预浩南的生活，他爱读什么就读什么。事已至此，两个不想参与社团纷争的人被赶鸭子上架，两伙人马当即齐聚一堂相互对峙。浩南和山鸡二人心知肚明，只有选上坐管才能改变如今的处境，于是也认真起来，互相放起狠话。你搞得我不高兴，我搞得林家富贵。你这么讲我就搞得你老母了。当着社团众人，两人约定8月15谁先找到龙尾棍谁就是坐管。不过
活水哥之前说过，龙卫棍已经失踪多年，为了让山鸡顺利当选，他专门伪造了一个假的，而山鸡担心路上浩南会偷袭他，便让活水哥带着龙卫棍去竞选现场。一阵间我就做利引了他，你带啲支棍上船。等活水哥离开后，这场坐馆之争终于拉开序幕，双方人马持刀对峙，现场杀意弥漫，很快就演变成一场恶战。山鸡见状准备坐车离开，行着半路却被一辆卡车截停，甚至后面的路也被堵死。好在山鸡早有准备，将两大包假的龙尾棍抛向天空，趁所有人都在捡棍子时，他跳上一辆出租车，不料下一秒车身剧烈晃动，窗上溅满了血迹。等一切回归平静时，只见浩南一脸冷酷地走了下来，拿着龙尾棍离开现场。另一边，活水哥正打量着手里的龙尾棍，司机却突然停车跑了出去，紧接着就有一伙人杀了出来。活水哥一手护着龙尾棍，一手挥刀应战，然而他根本不是对手，很快就被对方乱刀砍死。而来抢龙尾棍的人正是剪刀尾和阿仁。不过浩南已经先一步带着龙尾棍抵达竞选现场，亚里姐见状十分兴奋，以为坐馆之位非浩南莫属，然而没想到本该死掉的山鸡却突然出现。你要个支龙尾棍我都有龙。两根龙尾棍同时出现，让大家彻底傻眼，连社团资历最深的元老都分辨不出真假。事已至此，两人只能通过单挑来分胜负。随后两人同时举枪相对而立，然而随着一声枪响，双方齐齐倒下，躺在了血泊里。鸭梨姐看着宝贝儿子中枪而亡，当即吓得崩溃大哭，甚至一时激动当场昏厥。眼下两大竞选人全都下线，剪刀尾却带着龙尾棍出现，众人退而求其次，只能让剪刀尾来当坐馆。剪刀尾终于得偿所愿，还不忘发表获奖感言。我要多谢我爸爸妈妈，咁多年嚟支持我做黑社会。其他元老不愿听他说废话，赶忙把人推走。而就在众人离开后，浩南和山鸡竟死而复生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两人设的局，之前两人放狠话时，浩南借着握拳的机会将一张纸条塞进山鸡手里，跟他约定演一出假死的戏，摆脱坐馆之争。此事过后，亚里姐不再逼迫浩南做黑社会，甚至保证自己会戒掉药丸，改过自新。而和医生也在剪刀尾当上坐馆后，被卧底阿仁找到关键罪证一举捣毁。电影的最后是浩南和山鸡年轻时的画面，那时候他们二人才刚加入社团。其实真的咁好食，做咩要黑社会啊？唉，为屋企咯。咁你咧？我为我老母咯。那时候两个年轻人为了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加入黑社会，现如今他们变强大了，也终于可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。飞沙风中转这部电影其实算是一部恶搞类的黑帮片，电影找了郑伊健、陈小春这两位古惑仔系列的主演，但是现在他们一个一心当厨师，一个只想考大学。除此之外，电影中还融合了无间道里卧底阿仁的身份，而电影黑社会里的龙头棍到了这里也变成了龙尾棍。以前黑帮片里人人都想当的坐馆之位，在这里变成了烫手山芋，只有剪刀尾还在坚守传统古惑仔的身份，专心致志地搞阴谋，结果最后被自己身边的卧底一窝端。电影中虽然没有刻意去制造笑点，但是对于熟悉香港黑帮片的朋友们来说，片中的这些恶搞元素本身就非常好笑。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找到电影里的其他彩蛋，评论区里交流一下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